看来今天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我还真不知道你这么敏感。<笑>我吧，平时也不怎么爱哭，可是一看电影啊，就特脆弱。那你早说啊，早说咱就不看电影了。没关系，我挺享受这种感觉的。我还挺喜欢看日常电影，因为人少，不会有人知道。那你跟水灵可不一样。 水灵就喜欢看夜场的，而且还得是恐怖片，一边看一边笑，就算是个大悲剧，他都能给看成喜剧。哎，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哭累了吧，送你回家吧。我不累，跟你在一起一点也不累。那就，找地儿待会儿。嗯，等等我。 冲刺！你现在才回来呢，还没走啊？好好想想吧，年龄也不小了。啊，头发都乱了，自己来。 小孩的背带裤，嗯，买多大小孩穿的？我就随便看看。还有这些，都是男的。啊。 喂，喂，姐，干嘛呢？我在外面呢。逛街呢。我这看小孩的衣服特别好看，给你买啊。什么？婴儿装？要不要啊？不要我就走了。我不要，你忙你的去吧啊。行，反正现在买也太早了。小孩衣服都赶上大人的了。我不给你买了啊，好嘞，嗯。 这个给我看一下，这个是你。哎，快来！哎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行啊，你喜欢就拿一条呗，算我送你的。没看见吗？这是男款的。嗨，我，哎，你喜欢带男款啊？不是啊，我想送给你啊。 不用，送我干嘛？你就喜欢你自己穿就行了啊。哎，那小姐，咱们这儿有个美款的。是吗？对。嘿，这是情侣的吗？对，情侣对证。对，一套一笼。太好了！哎，快来，我送你男款的，你送我女款的，好不好？哎。啊啊！哎，我刚才没听见，太吵。啊，你说。哎，水瓶的没什么事吧？昨天我在医院看见的时候，觉得状态特别不好。是。 他们两个非说不要了，要待呢。啊？我估计就是两口子吵吵架，应该没事。水瓶，既然大家都没想好，就先回家吧。要走就走。 哪里也不去。喂，是我呀，没错了吧？你可别犯傻，啊！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你千万不要多想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过了这次，
你往后你就这辈子你都没有当娘的机会了。不，是不是那因为水灵跟马英水的事儿闹的呀？你放心，我肯定能帮你把这事儿处理好。我明天就找马英水谈去。他要话给个准话，我立马就给他撵走。还有呢，就是那个水灵啊，他说出多难听的话来，你就别往心里去。你们姐俩都是一样的人，都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水瓶，你听我的，你犯不着为了别人伤了自己和孩子，犯不着。喂，你说话呀。不是，是我自己不要的。你想要不能够，你不是那种人。你说实话，水瓶，是不是因为那小子他撺掇你做的？你把电话给他，我直接跟他说。家的孩子等着，你的孩子也已经住进去。媳妇儿，第一次胎动的时候我都哭了。水瓶，母子连心，你受了什么样的委屈孩子都知道，都记得小老婆里呢。他等他长大了以后报答你。水瓶，为了孩子我觉得这个也好看，你看这个里，这个其实也挺好看的。今天您戴的是咱们这款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款，是吗？对。哎，不行，我都跳花眼了。我也是。哎，小姐，你帮我们看一下，你看我们选的这对搭吗？好看吗？凑合吧。要不然就他吧，转半天了。哎，不行，孩子再转一转。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，还不得好好选一下，是吧，小姐？结几次买几个呗，戒指嘛，就是个形式。这好像两个人一戴上戒指，心就拴在一块儿似的，都是自我安慰。戒指这东西啊，说白了就是逼娼为良，要不然前面怎么套个戒字呢？你要戴上戒指呀、啊，就得戒烟、戒酒、戒毒、戒赌、戒色。就是因为你要对得起他，就跟古代的时候穿贞洁裤似的，强迫你对婚姻忠诚。这样我说呀，别太当回事。这人怎么这样？估计自己嫁不出去。Hello， 珊珊。哎，阿兰，我觉得呀、啊，跟你在一起特轻松。你不装绅士，也不装痞子，特别透明。是吗？嗯，谢谢谢谢。你也挺好。是吗？我哪好啊？哪都好。哎，我们一会儿怎么安排的？你想去哪儿？那个，苗苗，我这我还有点事儿，要不我先送你回家吧。嗯，哎。要不我们先去吃个饭吧。我真有事，我先送你回家，哎、改天再吃。再忙饭总得要吃嘛。哎，不水灵吗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坐坐坐。水灵，不怕冷啊？你没听过美丽动人吗？得得得，哎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哎，水灵，你一个人啊？啊。哎，你们俩行啊，上这儿约会来了。干嘛？你一人买这么多东西，去哪儿啊？走投无路了呗。又来了。
肯定是自个儿 shopping 完了以后不舍得吃饭吧。走，跟我吃饭去，正好我们俩要吃呢。哎呦，不跟你们去了，我不当电灯泡。给我。哎呀，走吧，你听我的，走走啊，苗苗，走吃饭啊，走。还客气，来苗苗，看看想吃什么，随便点。跟我们一块可别客气啊！我吃什么都行，你点什么我吃什么。哎、别客气，你就点吧，啊，点。哎，史玲，你想吃什么？不用管他，他就那老几样，一百年不带变的，我帮他点就行了。点吧。哎，嗯，今儿星期二，今儿啊，去吃饭。哎，等会儿，来这个。哎，你最爱吃那什么来着？海鲜菠萝饭是吧？哎，对，再来一海鲜菠萝饭。好的。啊，然后，啊，再来这个。行，差不多。就怎么着？谢谢。行，你的菜都没有忌口。没什么，你有忌口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都没有。好，谢谢。回来了，东西呢？那你手什么了？蛋白粉。哎呦嗨，我。你说你这孩子啊，嘱咐你多少遍了，你还忘了？人家大夫都说了，那孕妇吃这个对孩子好。哎、行行行，我再买去。啊，去吧。不用去了，家里还有点呢。你说你吧，千嘱咐万嘱咐，你都记不住。姐姐，真对不起啊。鞋穿错了。你说达达这是跟谁呀、啊？待会儿再练吐了行哎，还能有谁呀、啊？老婆呗。我老婆怀孕的时候我也这样，没事儿。哎，达达，行了啊，差不多就行了啊。达达，行了行了，别练了，你这。来，妹妹。嗯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怎么了你？说说吧，丢了魂似的。没事啊。哎，史玲，你是不是跟他吵架了？肯定是，那还用问吗？要不然能自个儿一个人疯狂购物，玩命发泄。哦，你们家那姓什么来着？姓什么？马。哎，反正就那大马。他干什么的呀？无业游民。得了吧你！真的，就是一无业游民。我明白了，就是现在特别流行那种自由职业者吧？我看他那身打扮也像。哎，你俩好多久了？没跟你提过。没多久啊。他老家哪儿的呀？我怎么看他像结过婚的？你查户口呢你？你就随便问问吧，我这关心你。来，慢点。葱花都捞出去了，里边不吃葱吗？你喝这个。哎，苗苗，嗯，你们今天去哪玩了？嗯，我俩去看电影了，爱情片，挺感人的。行啊你，你就拉着大锅去看电影，有本事啊你。我呀，当时哭得一塌糊涂的，他来就一个劲儿的在旁边给我递纸巾呢。看来，我怎么听着你别扭？看来，那也别扭。苗苗，
你以后就别管我叫开来了啊，你跟他们一样叫大郭，好吧？那他们都叫你大郭，我叫你开来怎么了？不是，不行吗？我别扭，我听着。行，就叫开来，就叫开来以后。开来，赶紧上菜呀！是你的吧你？来，开来。真是不疯摸不成活啊！所有器材都玩了一遍，还有力气呢。怪不得现在女孩喜欢找健身教练当老公呢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猛呗。达达，我得好好给你拍几张照片，让我女朋友看看一个怀疑的女人把男人逼成什么样，回头呢给我女朋友打打预防针儿。哎，你们俩当初神仙追的谁啊？我追的他。嗯，你看上他哪儿了？不知道啊，是老称的呗。哎呀，你跟我聊点正经的行吗？真的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看上他哪儿了。不是，那他总得有点什么吸引你的地儿吧？文啊，文是够文的，那岁数在那儿呢，能不稳吗？没别的了。别了。那你们这个爱情因素呢？这就是一种感觉，这感觉有了，两个人自然就在一块儿。李雪玲，嗯，你完了。怎么了？你完了。我跟你说，就谈朋友这事儿啊，凡是说自己没有标准的，越是靠感觉找的就越难找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一旦要是找着了吧，就跟那王八咬人，不撒嘴。怎么说话呢？啊，你说谁王八呢？不是我这意思。谁是王八呀？我不是说你是王八，我那意思就……哎，雪玲，开来的意思是说，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。对，这就是我这点个人经验。看来你真是对那个马英水是真爱。就你还经验，你自己还单人房双人床的睡着呢，还经验？你说我干嘛呀？你真是……哎，马上就变成双人房。哟，啊，对，开来给人夹菜，开来吃你的菜吧啊。开门，是。哎，开来，嗯，其实我觉得咱们不用担心，他对雪玲挺好的。嗯，啊，有一次下雨，对吧？下雨？嗯，他来单位接你，单位同事都看见了。我怎么没印象？他帮你打着雨伞，自己都站在伞外边去了。虽然我们只看到了背影，但那也能看得出来，他对你啊特贴心。第二天你不就请病假了吗？说是头天晚上跟人家在雨里赛跑来着。赛跑？嗨，那不是马英水，那是他。啊，是我，是我。来，哎，你吃菜。怎么了？雪莲，毛病又犯了，他就胃不好。你先吃着，我看一眼。怎么回事啊？
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哎呦，回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！我这事儿啊，谈的也挺顺利，八九成呀。我说水灵啊，你穿这么高跟的鞋，对身体真的不好。穿高跟鞋多好啊，特拉风，而且回头率特别高。哎，脱鞋。来，我一起上。来来来，把帘子掰开。哎呦，谢谢。我说水灵，你就不能再等个三四个月？马上就要到打折季了，鞋呀、衣服啊，都三四折，有的是。那我再等一段时间，现在穿什么呀？裸奔呐？再说了，我就愿意买全价的，爽。好，只要你爽，你高兴就成。啊，你爽吗？我打磕巴了吧？可是话说回来了，你这月的薪水算花完了吧？那怎么？我有信用卡，还可以透支呢。你们年轻人啊，千万别做卡奴。你干嘛呀、啊、你？给你点现金，这样呢没有负债感。嗯，跟你就为这个呀？这当然不是。那为什么呀？这话我不能说，得你说。这我要说，不就自卖自夸？那你今儿就自卖一个啊，说说你哪儿好。好，我这人啊，缺点比较多。说优点，要不然这么着，你说说我哪儿好？你哪儿都好。别说虚的啊！你说说你为什么跟我在一起？这俩人在一块儿，他就是一感觉，这话说不出所以然来。要真说出所以然来，这话题就太沉重了。那不行。你今天必须告诉我你为什么爱我，说三条。这三条嘛，哎呀，你干嘛去啊？哦，我那个，你问的我有点恐慌，我上趟洗手间啊。哎，蔡哥，你在哪儿呢？我都快崩溃了，我跟你说。啊，其实我现在的情况很好总结：一，随时有可能当不上爹；二，随时有可能当上二头子。你呀、啊，走到现在这地步，就俩字儿，活该。对，是。哎，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啊，作为一个丈夫，作为一个准爸爸，应该怎么去干。但我真是力不从心呐！我跟你说，
这媳妇儿啊，怀孕跟没怀孕差别太大了，就跟两个人似的。废话，你别打，你先让我把话说完。我知道是废话，废话你得听着。从她怀孕的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夫妻，就是我们俩就是奴隶主跟奴隶的关系，我还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奴隶。哎，有一天我晚上做梦啊，梦见我去医院，那大夫说要给我结扎了，我美得屁颠屁颠的。你瞧你这点出息，真是特别羡慕你。哎，你还别羡慕，我告诉你啊，没有后悔药可吃。我不后悔，我真不后悔。我娶水萍当老婆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你就说，我妈的思想算超前的了吧？当初硬没同意，非得让我找一个岁数小点的，结果呢？硬给我说通了吧，达达，你还就办了这么点像样的事儿。岁数小的我又不是没接触过，是不是？一个一个把自己当成公主似的，谈天恋爱还行，他没法一块过日子呀。我也玩够了，也该踏实下来。这个时候碰见，他比我。能带着我成长，我是真觉得他好，知道就好。我说现在想想我，哟，我怎么能说出那种话呢？一个男人逼着自己的老婆去打胎，真他妈够混蛋的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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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。干嘛呀你？天不爱你，那肯定是我不适合你了。那我要跟别人好了呢，你怎么办？你是会为我守寡呢，还是再找一个新的？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就问你，会不会对我从一而终？舍灵，口头上的承诺没有价值。结婚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说咱俩结婚吧。过家家啊？真的，咱俩明儿就结。怎么样？别揉了，我问你话呢，说呀！你的生理期是不是到了？情绪怎么这么暴躁？水灵。当初我们选择在一起的时候就说过，我们是不婚主义者。此一时彼一时啊，
我现在觉得结婚这种事儿没什么大不了。我们同事照的结婚照特别好看，我也想要。我这岁数照结婚照吓死人。再说了，你早就说过你不喜欢结婚这种仪式，办酒席特土。有洋的呀，现在我变了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啃苹果特别有意思。你还说过结婚特别麻烦，边边角角的事儿都得自己做，特烦人，烦死人。烦就烦呗，还能挣份子钱呢，这么多年我都给出去多少份子钱了，也该我捞一把了吧。行了，我逗你玩的，看把你吓。我以为你是认真的呢。我要真是认真的呢。那个不乐意啊，你别看我平常老挤着他，其实我心里知道他比我强。这点事儿如果摊在他身上，那就不叫事。哎，大大，这回我可真要夸你，算你小子有自知之明。那也是因为他岁数比我大，我自己都还没长大呢，我怎么当爹呀？你换成，你把他换成我这岁数当爹试试，照样。哎，不。就算他现在岁数比你小就当爹了，也比你强。那不是年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是吗？啊？是吗？是啊。真的？你说，我越想越想，他什么地方都比我强。我老婆干嘛要跟胡乐意离婚呢？水瓶为什么不愿意给他生孩子，偏要给我生？你好歹还有个外形无悔人。吕水瓶她不是一般的女人，她选择你自然有她的道理，知道吗？嗯，对，他们老吕家那俩闺女都不是一般人，都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。水灵，你是不是觉得现在我们这样在一起有问题？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你可以提出来，是我的错误，可以改。人生观改得了？我就是想问你，是不是到了七老八十还会坚持不婚主义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是坚如一块磐石。你变了吗？我没变啊，变了干嘛？这样多好啊，多自由啊。这么晚你干嘛去？约会啊。哦，纠正你一下，你不是一块磐石，你是一块朽木。怎么这么热着呀？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.喂喂，姐夫，你赶紧出来一趟吧，又出大事了。哎呀，我就知道，我说我白天过去一趟不就好了吗？哎，是不是你姐的？对，我姐出事了。我怎么这么傻呀？来我，那地址我发给你啊，快点啊。
说他们吕家这两姐妹真是挺奇怪的。哎，你说吕水瓶看上你还能图个色相，那水灵看上马英水哪儿了？我也纳闷。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学那会儿，他成天嚷嚷什么来着？啊，嫁给那个谁，那个金城武。没错，就说我们俩好那会儿吧，他就一直看不上我这张脸，说我这张脸长得没人金城武有棱角。现在找了一个什么加拿大是吧？加拿大老农民对不对？那一脸的褶子还棱角呢，种子都找不出来。不对。吕水玲喜欢姓马的，完全就是障眼法。其实水玲真正喜欢的是刘晴。啊？吕水玲喜欢胡乐意。胡乐意？你以为？慢点，喝点呗。一姐，别喝了！哎，你看那谁，哪呀？啊？说曹操就到了。哎呀，打个招呼。你行了吧？你算打什么招呼？姐夫，这次刘毅得帮我。好，那你说，可我怎么帮？啊？你什么？你没听错，我怀孕了。和谁呀？你说和谁呀？还能和谁呀？啊？不会吧！你小点声行不行？那么大岁数了，大惊小怪，你看你那脸都扭曲了。不是，你说你怎么出去？你姐知道吗？哎，来，服务员再加点，服务员。服务员拿啤酒。行，你歇菜，别喝了。我不喝，喝点。姐夫，你说这孩子我要吗？我哪能给您做得了这个主啊？我没让你给我做主，我就想听听你的意思。那你自己的意思呢？我想要又下不了决心。那马英水的意思呢？我没告诉他啊！哎，不是，合着你没告诉他，先告诉我了。您弄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那有你罩着我，我心里踏实。呸！我罩得住吗？我。我问你，先别着急，也不要慌啊！现在这种情况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马上结婚，立即领证。你姐那边你甭管，我跟他去说。但是现在不能说，你姐现在。姐夫。结婚不太可能。为什么呀？这你看这俩人的感情吧，他不能用那张纸来维系，是不是？行了吧，姑奶奶，这功夫您就不要玩新潮了。尽管结婚是围城，这功夫您得进城了，那张纸必须得要。这感情好的时候吧，怎么都好。这感情不好的时候，有那张纸也是废纸的。你跟我姐夫就是例子。嘿，你就不要管我了。这要让你姐知道了，不敢想，不敢想，不敢想。母子连心，你受了什么样的委屈，孩子都知道，都记在小脑袋瓜里呢。他等他长大了以后报答你，为了孩子。你也得挺住啊，孩子，你能感觉到妈的难处吗？
身体。妈，今天又哭了啊！你看，不知道为啥事儿，哎，这是不是你们心理学上说那个妊娠抑郁症啊？哎